今日同大家睇乌溪沙新鸿基云海，实用面积1352尺嘅五房连天台嘅特色海景单位。一入嚟就会见到个楼梯，再行前少少就有一个好宽阔嘅大厅，对出就一个全海景，饱览成个乌溪沙泳滩，有山有海，全落地玻璃，空间感十足。再入就一个长形嘅厨房，一边系柜，一边系工作台面。略为偏细，再行到尽头是工人套房，有窗的。睡房就很方正，有个转角窗，都是望到海的。这边就是主人房，外连一个长露台，视野相当宽阔，蓝天白云。再向上行就个天台，天台就800多尺，除了饱览成个海景，都够晒宽阔，日常可以做 BBQ 啊，或者摆下啲储物柜喺上面都 OK 嘅。这个楼盘现时就招标嘅，隔篱就卖咗25900嘅尺价。如果用隔篱嘅尺价去计算翻，大概系3500万。今日嘅节目就咁多。My Lucy, 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